他想要分两口吞下去。他鼻子红了，你流眼泪了，别了，别了。你有一个诚实的身体，对，他鼻子这个瞬间红了。你有一个不会说谎的身体，诚实的身体。哎，那如果是演技，我真的觉得他超强。对啊，你看他的眼泪会掉下来，我觉得他超强。没有，他很甜。有两个是芥末饼干，芥末饼干 ，wasabi， 我舍不得。然后好吃的是抹茶饼干，哦，抹茶，好眼哦，哦，来，先看谁？先看谁啊？先看朱文轩呐，先看，说到这就是先看他。然后，哦，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芥末，看不出来，跟调到一样。法兰酥呢？请问你是在撒娇吗？瓦萨比应该一开始就会有，对，一入口应该就会呛辣，应该是抹茶。哦呦，这么。第二位要看谁？就这样过去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就这样送过去好了。颜色真的，一模一样。那不然呢？两个都是芥末的，都是芥末的，看看味。我的天啊！这演技哦，好好演。今天几点睫毛震动的好厉害哦！我觉得他前面有那个，哎，他应该是瓦萨比，他鼻孔有点呛，稍微在震动。我觉得我们以后都不用怕十秒落泪这件事，我们只要吞一口瓦萨比就可以了。黄萱姐，换你了。好，哇，你的特别多哎。你那是 double 对不对？哎， double 了，闻到味道嘞。这个比较薄一点，快点卫生纸。真的吃这么大口？我可以开多两口吗？可以。要全部吃下去呢，整块整块哦。你看他想要分两口吞下去。他鼻子红了，你流眼泪了，别了，别了。你有一个诚实的身体。对。不会说谎的身体，诚实的身体。哎，那如果是演技，我真的觉得他超强。对啊，你看他的眼泪会掉下来，我觉得他超强。没有，他很甜。含着眼泪说他很甜，哭着说好吃，感动。好，正常的。黄轩是一定知道的，对，他一定知道。先把撇掉了。你们对文轩的了解，我觉得文轩吃到正常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是正常的。因为照理说，你吃到瓦萨比的时候，你不会嘴巴合起来，你会嘴巴。而且第一口应该就会有呛鼻的感觉。我有发现他有一个举动，他在咀嚼的时候，他有放空一下，想要说我现在这个是在分析，说是抹茶还是芥末。对，还有那个抹茶。你们俩猜，我觉得文轩。你们俩猜拳，时间到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输，你去吃他。不是啊，你观察成这样，你就吃他了。你猜输了怎么办？用力！啊啊！一口一口一口，好咬，是不是正常的？什么？原来是！天哪！那真的很厉害，那你很会吃芥末哎！没有，这是芥末。你知道是正常的。黄俊知道是正常的。可是你鼻子这个那个鼻子涨红哎，你有酝酿情绪的好吗？哎，我说是你们不能这样助攻吧？你看他那个包的特别厚，你误导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很会演哎。对啊，原来我一开始真的很害怕，我很害怕那么厚的芥末，然后就有情绪了。他先给我个水吧。哎，你怎么还在？很辣，很呛哎！你好淡定，哎，昨天是很厉害，你昨天没有开耶，好厉害哦！挡不住的冲上，你好厉害哦！超强的，哎，我连我也在，我也猜是你们两个，看谁知道，真的假的？那他应该知道，真的被呛到，因为他应该知道，都演得好好，真的。黄轩三个都不错吧？黄轩是黄轩抹茶，黄轩是抹茶，没有文轩吃到也是抹茶吧？那算正常的，
我们要猜正常的，不是我们游戏快点完。对你要猜吃到那个正常的啦，对啦，哦，对，猜谁吃到正常的抹茶的？哎，你自己带水壶来是吧？怎么他会有一个水壶进来？我哎、欸，来录这个单元，第一次有人带自己的水在喝嘞。刚刚出来了，来跟我们聊天、啊。